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疑心观。起承转合非常重要，文章是这样子，人生是这样子，跟人家的互动也是这样子啊。其实我们的一个大脑的运作也是这样子啊，起承转合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些缘由开始的地方，那到这里地方某一个地中继站以后，哎，它要把它转，然后再往底上面去承送以后，得到综合的一个这个资讯以后，大脑再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判定出来，这是我们视丘下视丘这个地方，所以会把我们的一个感觉系统它所收集到的一个讯息集中到这个地方去以后，它在那个地方做一些整理的一个动作，再往上去做更好的一些解读啊，所以。大脑里面大家看起来好像都是看起来是一样，其实每一个内部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精细精密的一个程度啊，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佩服的。当然某些状况之下也有可能让它产生出问题，那我们的感觉就可能产生出异常出来。但是有一些情形啊，譬如说感觉异常，你说我这个人就特别会怕冷，那是我这个下视丘这个地方有问题吗？其实会怕冷这个情形啊，大概还是有好多种我们要去考量的一个原因呢、啊。第一个，你本来就是体质上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可以去改变的一些疾病的状况，譬如说贫血它也会这个很容易怕冷，甲状腺功能的低下，因为甲状腺功能是让我们好像是往前生命的一个节奏往前的那样的一个加油器啊，那个没有加油啊，让你当然没有那个动能，会对觉得很冷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或者是周边血管的一个疾病的时候，它血流不通减少，那当然一个局部到我们末梢去的一个血温暖不够的一个状况下，你会觉得冷，所以会觉得冷这个恐怕也是要后续请医师来判定看看，这个到底是反正就是遗传呢或者说体质的一个问题，还是说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厘清它背后有没有我们可以去做治疗的一个地方啊？好，不会冷，这个鹅啊，这个水中有啊，这个天鹅在那个地方很悠游，即使那个天气、再怎么冷，它基本上好像就不会冷的那个感觉。但是有它特殊的一个结构，它的一个血流到这个下肢脚这个地方去的地方，它会随着那个温度啊，它可以把它这个停止掉，所以不会有这个血流跑过去啊，它不会是因为那个水太冻就影响到它整个的一个体温啊，不会。然后再加上它还有蹼啊，再更重要就是它羽毛。它的羽毛有隔温的，就是隔绝保温的那样的一个效能是非常强的，所以人类要学习的东西啊，你看大自然界就给我们很多的那样的一个启示啊。好，这个天鹅这拍的一个地点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博物馆的、大家看这个后面的情形，也许看得不是很清楚，我们把整体的那个影像给大家看一下，奇美博物馆。这许文龙先生是让人家非常佩服的这位企业家，他把他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爱好收藏，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啊，而且不止内部的馆藏以外，外面这个风光啊，跟台南市政府的一个合作啊，这是真的是风景优美不在话下，然后这个在期间走过去以后，再到博物馆里面看这个那里面的一些不管各种不同的一个展览，一定会收获心灵以及实际上知识的收获都会很多。好，我们再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看这样的一个建筑上面的圆顶的建筑上面，也可以看得到有这样的一个显然也是希腊什么神啊，这个在那个位置啊，好。又在这个顶部的那个地方，希腊的神在那个位置啊，哎，这个又有个翅膀在展翅高飞的那情形啊，但是什么神呢、大家会想到的是不是这个赫尔墨斯啊，就是信使之神啊，穿梭于天上人间啊，把宙斯的要传达的一些讯息啊送到人间来，好像是邮差快递的那个意思一样啊，然后他本身呢、为了这个迅速动作很迅速，所以他有权杖上面两条蛇，这个是他的意思啊，医疗其实是一条蛇的意思啊，哦，他这个脚这个地方也有翅膀，然后手上拿着权杖，大家看这个是两条蛇，所以现在后来就跟这个搞混掉，其实医疗那个医疗之神拿的这个是一条
只有 一只蛇的，这个是有两条蛇的这个状况。好，那我们想应该是这个吧，它连帽子上面都有翅膀，所以那个穿梭时空的能力肯定是很强的。那刚刚那一位是不是这个呢？答案不是，是这个。这叫什么？这叫飞墨，也是一个女神了。她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她一边左手拿的是一个桂冠，右手拿的是一个号角，所以她很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个你的一个能力啊，能够让更多人去知道，把你做很好的一个宣传，让你有这么好的一个能力以外，也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所以她。这个代表的一个意义啊，不同的一个雕塑里面，它强调的东西啊，还是在那个号角，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你的名誉也好，名声也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你的名誉名声，就要你用心的有那个桂冠，我们再把那个名誉名声再给它弄出去，那达到的一个效果会非常好，而不是只是宣传，还是有它实质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它在这个博物馆上面用这个避雷针，一方面的功能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土地上面这个民众的这一份的一个用心跟付出啊，能够让更多人广为周知啊。所以从这一点建筑物上面，就让我们觉得，哎，这个。平美博物馆的建筑确实是让人家印象深刻啊，用心啊，非常非常的值得让人家去细细的去深入的一个了解。好，这个那样的一个保护啊，或者是说让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保障啊，让大家可以知道，怎么让大家可以知道疾病有没有办法我早一点可以知道的情形啊，这个医疗上啊。现在的一个进步啊，其实也是蛮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是桂冠，那个是好的事情，知道那当然是好事啊。疾病等到我们自己身体自己的感觉也在知道的时候，那通常表示它的一个这个已经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整体的一个运作已经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时候可能已经到比较晚期啊。能不能比较早期，他还没有任何一个蛛丝马迹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他的踪影，那就是不是更好吗？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层出不穷常常可以看得到的事情啊，完全没有症状，完全没有症状，然后做低剂量的肺部电脑断层，你说这里看得到什么东西吗？这个功力好的这个训练有这样训练的影像医学科的专家，胸腔科的专家，他们就会看出来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毛玻璃状的那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啊。那所以它不止一个切面，这个切面也有，而且它的周围相对是不规则，它的一个这个质地啊也不是那么样的均匀的状况的时候，这个当然要小心了、啊。这个再从正面来看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小颗的这个情形，你说它要有症状，肯定是很困难的。在这里也是只有这么一小颗的这个情形啊，它胸部 X 光呢？你完全看不出任何的一个问题出来，完全看不出来，所以这个会有产生出什么样的症状？当然不可能啊，因为很小，因为它也没有压迫到什么地方，也没有侵犯到肋膜，所以也不会疼痛的状况。但是一给它做切片的一个检查啊，就这是我们正常肺部肺泡的里面的一个影像是这样子，那它的影像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是一个肺腺癌。肺腺癌，所以肺腺癌我们也要担心的就是它局部淋巴腺啊会不会有一些转移的情形啊？还好这个没有。然后它没有症状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它不会去影响到这些我们的气管支气管，所以没有去刺激它的时候，我们的也不会有咳嗽啊，不会有疼痛啊，不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个感觉，完全没有，所以完全没有症状。等到它有侵犯到这里，它也可能侵犯到血管，它也可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这个能达到痊愈治疗痊愈的效果，当然就会大打折扣。而这个病人是完全没有，你给他切一小块就痊愈了。所以预防性的，我们把这样的这个疾病给他终止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收看。